是，我觉得政府有时候不太主动查，就是等人家爆料或者是天怒人怨之后才出手。比方说新北市有一个靠着国菜市场的崛起的龙门帮，就是吃到想买看，人受不了才被灭帮，对不对？我会记得较早吼，阮阿嬷吼在龙门路遐吼，伊较早期龙门路是就是国菜市场，三里埔龙门路是国菜市场，伊迄吼规条路就为龙门路头甲尾拢是批发的啦。啊，迄阵我会记阮阿嬷是伫遐吼开始批发西瓜嘛。啊，迄阵吼，农民帮吼，就是靠遮个果菜市场吼来维生的。安怎维生？你只要货车要入来就对，歹势进厂买，吼，看你台车偌重，你载偌济货，照抽。每一台货车入来就对啦，伊就开始抽就对啦，所以有一个进厂买嘛。啊，进厂买了，农民帮佫开始每一家挨家挨户遮批发商哦，每个月哦，你拢爱佫交保护费。无爱互你营业就对啦，一个月你若讲一个县市就对啦吼，上无一个月上无爱缴六七十万啊。所以阵哦，分林因挡袂牢，但伊讲安尼，阮就拢无利润啊，对不？我入去的时阵哦，进厂费，我去到批商遐的时候，我介绍佫无较好啊。你若讲介绍较好，对不？唔对好啊，较早也无讲像即马公家的吼，拢有拍卖机制啊，较早拢用花的啊。啊，迄阵因就西丽迄边吼，西丽迄边因就讲无规矩吼。卖入去啊！农民帮的帮主老大亲身落去彰化去撬嘛，去分林去撬嘛，但是撬都无效，人因就坚持讲哦，除非你要互我入去就对啦，你这进厂费来促销，哪有可能啦？这是一只肥羊呢，对不？是不是？我哪有可能会促销啦？然后，那个谈判破裂，回去吼，这农民帮就挡袂牢吼，叫搞晕啦。亲门大户去西丽，只要看到菜车，只要看到水果车，总共，迄、那个时代，你亲门大户，我请问你，你要安怎走啦？你要吼走彰化吼，你绝对要经过西丽大桥嘛，对不？啊，你迄阵要走高速公路吼，西丽迄阵无交流道，你就爱阁走到斗六，分林甲斗六交流道安尼啊，你西丽阁变到斗六。你这中间走，你用扎去啊嘛？迄阵十外个就对啦。讲讲要走的时阵哦，人喺西丽头人哦，随联络彰化迄边点西丽大桥迄边就甲你扎啦。你要往斗六去吼，拢平平咧分林咧，人斗六交流道下骹就甲你扎啦。你要走去倒去？结果十几个吼去互扣去分林去，十几个人去互扣去分林去，扣去分林去的时阵，他们打完以为自己跑得了就对了。对啊，但是无想到啦，伊无想到讲，因咧想法拢足单纯，对啊。到尾啊吼，老大无法度啊，你十几个去用卡去分人嘛？你爱去讲无？爱去讲啊？你爱吼低声下气去用求呢？无人要放你放人。去的时阵吼，两个老大来吵吵讲，无正常要取消。你人行我，但是你取消落去，唔是干那分人，这个国县市安尼啊呢？你彰化你爱促销，所以规个拢无进厂买去啊嘛，无进厂买的时阵要安怎？开始压榨盘商，保费吼提悬，保费提悬，代表怨声载道，你知无？迄阵怨声载道的时阵吼，闹甲吼，逐个吼，咱人讲，迄闹甲每一个批商吼，有时啊，拢甲农民帮吼，离啊冤家啊，冤你也是无法度啦，因为人个毕竟是。大帮会里啊嘛，你要怎去解冤？我都吼想一个办法。阮阿嬷就讲吼，规个收息也卖做，收息也卖做。真的，你无利润嘛，你有时啊讲倒贴嘛，逼人家过不下去。对啊，所以一间啊一间一间啊一间一直关，就落寞。一间啊一间一直关的时候，落寞要安怎？迄阵政府闹到吼，迄阵就是因为吼，三林埔遮吼，龙门帮甲迄个。分林家了，闹架、拍架嘛吼，了开始落寞了安怎？政府讲安尼袂使，迄阵政府才有出手，迄阵台北县长吼才出手哦。伊讲甲安尼袂使，规矩吼，遮个吼，咱家己吼找这地吼来起一个国菜市场。所以三林埔后壁才有一个公家的国菜市场，板桥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原来有啊。